灯。大白鲨。在哪里？那里。那里，哪里有大白鲨？哇！吴兴义，哪里有大白鲨？这是什么这样的玩具？哇，这可是变形的，托尼卡。托尼卡。还有车车耶。这是打棒球。打棒球，我们家里也有，对不对？那这里有兔子哎。你要抓一只兔子睡觉吗？啊，有一只 A B C。A B C D。这个是。这个是金字塔哎，金字塔，罗浮宫啊，这个，那个是积木哎，对啊，还有什么可以玩的？这个，这是佩佩猪，这是我们广告，粉红猪小妹，这是我们广告那个的，我有看到，对啊，爸爸你看，哇，好多哇，这个怎么啊，大白鲨。我看到，小心后面，对不起，我看到大白鲨了。哇，还有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游泳池哦，可以在楼上游泳好不好？可是好像太冷了吧？很冷。对呀、啊，现在很冷呢，然后叫妈妈吹这样，呜呜呜，把这个吹起来。呜呜呜！啊，没有气了，太大了，这个要用打气机，不然这个太大了。对。它是一个游泳池，哎。对。那你有喜欢游泳吗？